7月4日清晨，人气女子团体 CRC 因台北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境。当天 CRC 成员妆发精致现身机场，不少粉丝前来送机。 CRC 成员面对粉丝和记者亲切停下脚步，挥手致意，礼貌满分。据悉 CRC 此次同同公司组合 Pentagon 孩子们一同赴台出席 M Countdown 因台北演唱会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